什么？你好样的。音乐给我带来理想，理想无罪。都快不食人间烟火了。你觉得我不像女人吗？她生来爱武装，而不爱我。怎么感谢我？那首歌到底谁写的？这作品有严重问题，你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这歌是你唱的吗？是我唱的呀。晚上发生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事儿是你们感兴趣还是你们领导感兴趣？这歌怎么了？这歌词到底是谁写的？他说那是国外正流行的，叫摇摇摆乐。